第三个是摩诃迦摄，又叫金色头陀，行12头陀就是12种这种苦恨。摩诃迦摄的家族非常高贵啊，这个相传是啊灵龟附图啊，自己出生呢也很庄严，一出生就是放金色的光明，叫金色头陀。他 放金光是有一个善因，是他在毗婆尸如来座下，那时候周围冶金匠啊，跟一个贫穷的女人一起为佛贴金，由这个因缘感的生生世世有金色的光明，啊，也生生世世跟那个金色的女人做夫妻。 那这一次示现的时候呢，迦摄出生在贵族家庭，但是他要修道啊，这个修道呢就不想娶妻，但是他的父母就一定要他娶妻子，逼得迦摄没有办法了，就说除非要找一个跟我一样有金色光的女人才可以。 这个意思就是拒绝，不可能找到有金色光明的这个女人嘛。但是世界上确实就有这么一个啊稀有可以碰到一起的事情。他的父母呢，就想了个办法啊，就塑了一个啊这个圣者像，用黄金塑的，就全国各地去游。 说你如果有哪个女人看到这个金蛇的像，就能够找到如意的夫妻呀，就能够吉祥啊，说了这些广告词，就数到之处，很多女人都出来看，啊，就到那个地方，就有一个女子，她本来不想看，然后她的这些朋友女朋友都要她去看，她一看，哎，马上被她父母打，哎，这个女子就是有金色光明，就把他聘来做他的儿媳妇。这个摩诃迦摄就搞得没办法，本来是一句拒绝的语言，还真的找到一个有金色光明的女人啊，就配为夫妻。但配为夫妻正好这个女人，金色女人也是有修道之心，哎，这样好了，两个人就有一个约定，虽然是夫妻，但是没有夫妻之实，各住各的房间，啊。 各住各的房间，他的父母就不同意了啊！你夫妻怎么不住在一间房间呢？就逼他们住一间房间。一间房间，但是两夫妻就有个约定哈，住一间房间也好。但是呢，啊，约定值班啊，谁睡觉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就进行修道啊，疲倦了再来轮班，啊，这样啊，就是修这个清净恨了。这古人很不简单了。 啊，那这个有一天，正是他的那个妻子正在睡觉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搭在那个床沿上，正好有一条蛇过来要咬那个手，这个摩诃迦摄就搞得没有办法，又不能触摸啊，这个就用一块布轻轻地把他这个妻子手给他移到床上，不要被这个蛇咬到身上。而他的妻子都一下惊醒了，还骂这个他的丈夫：“不是约好了不能动我吗？”他们是这么一对夫妻啊，最后都听到有佛陀了，都出家了啊。摩诃迦摄是这样的一种种性，这样的一个道心。他出家的时候， 那个连佛都在门口迎接他过来出家呀，啊，好，摩诃迦摄在禅宗里面又是传佛心印的，禅宗初祖，啊，就是一个公案啊，100万天人啊，在一个法会上，佛用一个金色的莲花传示大众，大家莫名其妙。 唯有摩诃迦摄破颜一笑啊，这就是以心印心了。涅盘实相，无相而相啊，不离文字传给摩诃迦摄啊，所以禅宗初祖，也就表明啊，这个修禅的人、传佛心印的人，仍然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